前袁罗玉的豪宅布置装修很像皇宫，吊灯上面挂满名贵水晶。虽然罗玉以前是一个非常火爆的演员，但是他在《人民的名义》中的人气让他更加火爆，他家庭的奢华装饰也暴露在我们的眼前，让人看起来像宫殿。李小璐前一段时间引起了很多不好的情绪，但是贾乃亮的宽容和宽宏大量让他们的感情保持不变。他们家的装修和罗玉的非常不同，与罗玉的宫殿大厦相比，李小璐的家居装修整体感觉非常放松。李小璐装修接地气，整体感觉比罗玉轻松，用平滑的线条装饰整栋房子，将很好的展示整个空间的欧洲态度。虽然吊灯可以起到装饰整个房子的作用，但它也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奢华程度。此外，墙壁上用绘画装饰的空间将使整个房子像宫殿一样豪华。他们在装修房子时也使用了豪华的拱形门和罗马柱，地板用大理石铺成，设计了十字星，这将使整个地板更加豪华。卧室的装饰会简单一点，但是卧室的墙壁用一整面红色的墙装饰，这会让整个空间感觉很热。卧室的床选择了木质床头的风格，使得卧室的整个装饰更有质感。虽然家庭的整体装饰没有使用太多的装饰品，但是它可以让人感觉到宫殿的奢华装饰，选择了更柔和的装饰风格。这种装饰能很好的展示现代风格，除了选择更稳重的家具，还用了一些装饰灯和照片墙来装饰它。李小璐的家也在之前的综艺节目中曝光，与陆毅家豪华的宫殿装修相比，他们家的整体装修会让人感觉更脚踏实地。整个家庭装修没有具体的装修风格，但是这样的装修会让人感觉很舒服。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更舒适的玩耍环境，客厅装修时